两个都不小了，也没什么好那个。所以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。我觉得每一段感情都是吧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所以两个人是同时讲好一起po文吗？所以心情有跟今天出席雷达表一样的开心吗？我觉得就很开心啊，是。所以两人是看好时辰一起po文吗？看好时辰，有看表，然后说好一二三这样子。没有看，对，没有看雷达表。对，我们俩心态是，就是因为我们是演员，我们也不是什么偶像，然后我们对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就是生活，因为我觉得生活也是表演的一部分，所以就我们两个都很认同这个事情。没有刻意要躲，不是要怎么样，就是过我们的生活，被拍到就被拍到。因为两个都不小了，也没什么好那个。所以是以结婚为前提交往。我觉得每一段感情都是吧，对啊，每一段感情都是以结婚为前提。当然，可能我们两个是很真的很活在自己世界的人，不太。就很像，我觉得我们俩太像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多东西很像，想法啊，就是、工作态度啊，或是人生啊，什么的都像，很像，所以就顺其自然。所以是聊到什么，突然有一个契合感吗？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顺其自然，因为我们个性很像，我们也不会去讲一些肉麻的问题。你们是实际派。算是吧，然后比较，对啊，正常就是比较，你知道他也是怪怪的一个人，我有时候也怪怪的，然后就这样，就两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